到现在目前我们这边是因为很不方便，嗯，都是要走路，徒步走路上来，对对对，所以一定要三天两夜。其实我们这边的接待家庭都很好，嗯，就有一家有困难，他们都会互相帮忙。德鲁古看土地就像是神明，更像血缘。对啊对啊，你这个卖了，他我爸爸讲说，你这个卖出去了，以后你们要怎么互相帮？我们这里被做了，我说完，我的孩子会不会来衔接？我们未来的发展是希望年轻人上来，对，就是因为这边不好做生意，就是像如果这边那个生态旅游很好的话，就会吸引年轻人肯上来做。那这个要经营这个就是你的机会不够，我说我就跟他就讲说要加油，哎，还是要在旁边支持你。